好開心啊！龍康鎮嗰啲仲係你哋，仲係做咗嘢 ，Tommy 啊，個個都咁嚟，我六點幾鐘都起身，都唔攰啦。見到你哋嚟係攰啊！我哋啲員工仲攰，真係啊！我哋師傅仲攰，真係好攰。三點幾鐘都起身啦，多謝大家香港所有香港人，真係你哋好好艱難度過呢幾年，我都同你哋同在嘅。我唔想逃避啊，我又唔想，我想企，就都係同你哋一齊。但係我有啲事又翻美國做咗嘢，我都會翻嚟嘅。香港係我家嚟嘅，所以望大家香港人濟好緊啲，我哋努力，身體健康、平安順利。大家最緊要身體健康，真係啊！健康先至有，我健康先至做到嘢啫嘛，真係，我真係先至做到。咁啊，梗係因為徐媽媽今日 last day 啦，咁啊，其實我上個星期都嚟過一次嘅，咁啊，今晚就啊做完嘢啊，行完街咁就啊揾食飯咁啊，不如落嚟睇，其實都冇話好遲先嚟噶，啱好九點半、九點三四先嚟到嘅，咁都係。唔係啊，入嚟到都係呼喉咋，有位坐啦，食咩都冇噶，都唔係自己嗌噶。總之徐媽媽有咩食，我哋就食咩咁樣。所以即係呢啲其實係好 warm 嘅，即係大家都明白啦。好多大家自己人喺度一齊食餐飯，又即係就知道徐媽媽之後退休啦，咁啊今日 last day 啦咁樣。咁其實嗰個感覺係好好嘅。咁啊，梗係咩啦？梗係香港人嘅選擇啦，係咪先？嗰啲燒賣喺邊度食啦？係咪嚟緊咁好食嘅燒賣？咁仲有好多嘢啊！不過睇下佢會唔會有其他想法啦，即係可能會唔會用第二個形式可以再香港人再見面啊？我覺得有，即係仲有可能嘅一切都係啊！嗱，徐媽媽，你啊真係唔知點解咧嚇，都唔細啊年紀，但係望落去似三十幾咁樣，咁點搞咧？咁啊，希望你繼續身體健康啦，咁啊，繼續青春常駐啦，呢個最緊要啦。咁無論第時去到邊，你做乜嘢都好，我諗我哋香港都會繼續支持你嘅。At least 我一定會支持你嘅。咁到時有啲再開新店咧，第一時間通知我。咁我第一時間過嚟捧場。咁啊，總之平安身體健康。嘅座右銘，呢個座右銘咧就係1978年，我睇亞洲電視麗的劇集。辨識了最美的一個對白是潘哲在深世界中心海旁講的，那句說話呢就說我談必契弟，因為我最契弟。我唔怕啲契弟，因為我最契弟。OK， 呢個就係新喺徐媽媽味道依然不變，無論香港點變嘅徐記廚房，今日榮休啦，過咗12年。贈俾徐媽媽呢個肺腑之言，1978年嘅辨識。好，我同阿徐媽媽講我嘅座右銘。咁呢個心底話咧，已經係1978年我睇麗的電視亞視咧有一套劇集。呢一套劇集咧，發人心醒嘅，都係發人心醒啦。咁係《變色龍》1978年嘅作品。潘志文喺 ending 最後一集，喺尖沙咀中心，即係以前嘅新世界酒店嗰度個對開嗰度，佢講一句説話，佢話我唔怕啲契弟。點解唔怕啲契弟咧？因為我最契弟。咁既然我最契弟啦，我仲使乜？我都凌駕於所有契弟，我唔使驚啲契弟啦。咁我已經係契弟之最契弟啦，所以咁冇嘢可以恐懼，冇嘢可以驚慄。呢句説話由1978年，你屈指一算咧，45年啦，喺我腦海中。都是我的座右銘，所以我就揀了這句說話贈給徐媽媽，在她今天榮休過了今晚12點，曲終人散了，徐媽媽也都會聖誕前後回去美國，
再唔再重臨香港咧，係佢自己決定。但係呢句座右銘咧，係真係令我哋回味無窮嘅。啊，我七點鐘已經到㗎啦，好多人啦，有好多網媒啦，好多你哋支持啦，大紀元啦，阿林康正啊，咁全部都喺度在座。咁亦都以前係做兩輪生意嘅，今晚咧個個都唔捨得走。所以咧，你話等位又永遠等唔到噶啦。好在我哋有訂位嘅啫，七點到到而家十點啦，咁都係全院滿座，個氣氛咧就係不遑多讓，一日三餐嘅，一日三餐又係氣氛好激烈。咁我哋今日嚟到徐媽媽呢個徐媽媽嘅點心廚房咧，咁我都覺得。是一個榮幸嚟嘅，好開心！今日可以陪住佢，到最後一刻，榮休前嘅最後一刻。人始終有一日曲終人散嘅，邊個都會嘅。咁佢翻去美國探自己個兒子，探完個仔之後咧，之後嘅生活點咧，就要佢自己決定啦。或者再回來香港，還是一路喜歡美國的生活，悠遊自在又自由呢？還有一個長者，他都不是很長，我長過他。那你說那個心態會不會有改變呢？就是勞心勞力了這麼多年去打理一間食肆，現在清靜回的時候是過另外一種的休閒生活，陪著兒子在美國悠遊自在 ，Why not？ 點解唔一個新嘗試呢？我希望徐媽媽咧最緊要就係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，就唔係好似阿爆炸嗰啲出入平安嚇。即係我係衷心希望徐媽媽過一個新嘅生活，放低所有心裏或者係背後嘅包袱，好大壓力嘅。你 run 一間點心鋪。又要自己教育下一代啲小朋友啊！我知道佢開啲課程教人哋做點心，咁對佢嚟講咧，咁亦都有接班啦。咁希望佢生活悠遊自在，過得美滿幸福。所以我喺張卡都寫咧，榮休之日，幸福之時。希望佢2023年或者打往以後嘅日子，一樣係咁身體健康。同埋開心心過每一天，呢個就係我哋最心底嘅切求啊！即係邊個長者都係希望以後嘅生活順風順水，呢個就係我對徐媽媽嘅一個祝福。